是印起来在学生单文当中。那类似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叫印起来部分，其实我们在筛选这些单元当中，其实是有找出一些共同的一个聚焦的议题的部分。那在印起来这一次的单元里面的话，我们大概看到，简单的套我们刚刚谢佩老师跟我们分享，是在这个单元当中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主轴就是一个有点像战斗这样。